小狗我亲扑扑一一不一不晓得刺着打的还一不晓得是刺着嘞还打出地方了让我去他那边处理就叫你出钱了不咯哭你钱呢不知道他说跟他们俩的头发剪一样的他跟他们俩的头发剪一样的哭里奇呢？咱们等你站啊！你开始剪头发了。我一回没剪过头发。那你家对劲。嗯。行。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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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不去，他和都和亲夫妇，三年没联系了。啊？下午几点走？屋里弄准备下班。那里等你等，等你等了嘛？哪个考出来了？我来等了不长久了，考出来了。有买了的吗？有进了的考出来了都。你欺负他久哦。嗯，这样扔了肯定可惜呀。那怎么这个可惜呢？把头发吐出牙去。那不急了。挑战吉尼斯，吉尼斯纪录是吧？挑战最长头发。因为等我出来。马下。日前长哦，日前。洗头的等我再来，好的。日前长不长？都剪掉了。剪掉了了。底上那边的头发，那个头发吐到。点点赞，家人们啊！这老哥说要奥利弄来的，你看呢？你看往哪儿呢？柠檬，奥利弄来不来啊？来就等你。嘟嘟嘟嘟嘟嘟嘟。上人了，上人了，家人们。给你明天开要第，明天开要得了，整个所有的学校得了。给你最后一天吗？嗯。这头几天没洗了？两天。看着过一星期的这个。一个。两天没洗了就穿茧了嘞。就穿茧了了。啊。嗯。能洗嘞。头发没发长的发人没洗的，这还先洗。嗯。我不能下进来没，我洗个几天我不干嘛。嗯。我没，让我或者我去倒出去干去，我来
这个我还说不出来呢。嗯。嘛，往石石头去勒勒。嗯。我看是不是那寂寞？嗯。不如去捡了。你开油巴嘛？没装油巴。有。开油巴是应该白事，那弄完了。我就我不干了，疼啊。不好脆的了，也不嫌脆的了。脆头没得头，只有不干脆。嗯。差不多了，没看呢，没看一下，嗯，可以啊，嗯，把下面续雨啊，这就擦一个你就好擦了，嗯，我店里有那个一个的，一个的，后来都在哪里拿拿给你用看啊，有了一个的，那我就其他好不少的了，好不少的，嗯。那站起来，站起来。你这个，这个厉害不能用，到起这个黑的是根本不能用。一块就投不起的得了。嗯。一样哦。这不一样。你怎么那么易弄的呢？搞不懂。多厘米，十几厘米，三五厘米。那去没去医院看过？看过了。看过医院怎么说的？那是叫医生，那几个医生擦的那身上嘞，差不多的。擦到了？几个是医生，他说他擦了。擦，没听说过。没听说过啊。嗯，没听说过这个是。是医学病嘞。医学病了？啊。还头一次听说这个。头一次的。嗯。后来我也不晓得这是啥么情况，后来我没就到底啥么情况嘞，不就不知道几个嘛，然后搞医生，弄了以后。擦了是接哪一辆？我那个身子差不多的。嗯。清洗了有没得用过去？没有没有，天天洗有没得？天天洗有没得用？没有。一个擦呢？擦一盒的啥子？擦。嗯。你天天擦不？天天擦。啊。另外你那个就不行了。一动就不行。嗯。吃也买不起了多，吃也早上花了把钱花着的。疼着的。就是那哈。把身体光了来擦看看。那以前头不，就是我身皮头不就剃剪了的。嗯。剪我身上那个男子的头的那个。嗯。擦了没得。擦了没得用。啊，就是擦擦自己的指甲个。嗯。指甲不治那个。啊。那个叫那个叫，头皮屑没得用。不治本的。治标不治本，当日好嘞，过冬天又回来了。再不天，我就夏天也好，这个汗里头就长了点。汗为什么呢？不晓得。你那应该是夏天。嗯，夏天疼下就皮不干就好点。哦。啊，夏天皮不干了嘛。嗯。它就松了点。嗯。你早的去医院查的得了。啊。你不行，你找中医看看。哎，去哪用嘞？中医看过了。啊，什么拉倒中医嘞？嗯。哎呦，那你这个头疼问题呀、啊。就是我累哦，头疼。嗯。脚还好点了，以前这个花式的哪块子掉？哪块的？啊，一块就是。过来下下雨点吗？啊。呵呵。以前块地大，脚也还好点。嗯。你们这不快点呀？多擦个了。嗯。这不快点呢？可干的了。嗯。那你学去？去学去。就几栋楼到哪栋楼？连不连吗？啊，就下楼就到那个嘞。好啊，可干好。嗯。可高嘴呢。高嘴。啊，那高嘴。那已经下得高高嘴，还能打还能高嘴吗？打都是越高。过完的不？我刚过来的已经好了呀。对呀、啊，过完的不？咦喏，不比你爷那个好啊？空荡荡的。嗯。要今年你把衣裳那里自己弄完吗？是吧？下到你的。啊，今天
的。嗯。你给菜地上咋又没去那些啥？给你上班的吗？今天上班了。七个人，点点赞，家人们，点点赞，家人们。八个人。